禁毒志愿者是我足球之外的另一份事业。年轻的你，要不要一起来 ？People always says existing impossible. I don't think so. Such as drug and drug related. 禁毒需要更多的人参与。没有我们和他们，热情付出才是青春的态度。打破黑暗的，也许只是一束光亮。这束光就是你。加入禁毒志愿者。加入禁毒志愿者。你的一个微笑，可能让一顿青春重燃。你来吗？